贝多芬因为他而梵高因为他而改变了希特勒因为他变得性情偏执这个小细菌厉害的关键因为掏空了人体内容物越烂越深五官移位头盖骨都无法躲过太可怕了不愧是最好的模仿者欢迎来到灰细胞一起探索人类的奥秘吧你知道吗有这样一种病一开始呢会表现出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症状之后不久就消失了貌似痊愈了的感觉但几个月之后它会再度爆发全身长满密密麻麻的红点如果你张开嘴会发现它甚至连嘴里都能长满但是不久它又一次神奇的消失了在十几年之后当你甚至已经忘了自己曾经还得过这个病的时候它会悄无声息地带着长达十几年的怨气再次席卷而来而这次你绝不会轻易地逃过或痴呆癫狂或心肌梗死或全身溃烂或失明失聪它的发病形态千变万化而每一种都带着必死的杀意你可能就看着自己的皮肤一天天的溃烂越烂越深鼻子烂到掉下眼珠烂到脱落妈呀别说了我快要吐了你快给我换个欢快的 BGM 吧而这个神秘莫测的病因为症状表现总跟许多其他病相似所以经久流传下来大家习惯将它称为伟大的模仿者而它就是那个令人闻风丧胆影响了整个人类世界的疾病梅毒你知道吗其实世界上许多名人都被怀疑染过梅毒贝多芬疑似因为他而失聪尼采因为他而思考生存和死亡梵高因为他而改变了画风同治皇帝因为他而过早丧命甚至希特勒也可能因为他而变得性情偏执仇恨犹太人除此之外还有像是瞎子阿炳林肯总统伊凡雷帝圣雄甘地莫奈哥伦布舒伯特舒曼福楼拜莫泊桑天哪这么多人真的想不到他们竟然有这样奇特的共同点哎啊是啊可以说是同病相怜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名人都染上这种病呢当然是因为这个病的传播力特别广泛了事情开始于1495年的意大利那不勒斯当时法国人正在攻打意大利当胜利的号角在法国军营里吹响时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跟着这群兴奋的法国士兵回家的可不单单是硕果累累的战利品还有这种前所未见的可怕细菌因为这个病程反反复复一开始呢其实并不严重导致这个可怕的疾病立马就传满了整个欧洲并蔓延到了全世界当时的人们啊并不十分清楚这个病的由来于是梅毒变成了全世界人的甩锅典范法国人当然将其命名为那不勒斯病而意大利德国英国人则把它称为法国病当它传到了东欧波兰人将其命名为德国病俄罗斯人将它命名为波兰病而在北边的丹麦则称其为西班牙病当它传到了土耳其土耳其人索性就把它叫做基督教病传到亚洲甩锅行为也继续进行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们也在互相的指责而在中国也在16世纪的时候出现了广东疮这种说法妈呀这个互相甩锅简直甩得飞起是呀可见大家对这种病还是很忌讳和羞愧的导致谁都不愿意承认而其实这么可怕的病它的治病罪魁祸首竟是一种看似又小又简单的细菌梅毒螺旋体这个细菌啊看着很普通但实际也确实很弱鸡对冷热以及干燥的环境都无法抵抗一旦离开人体环境就会迅速死亡所以啊这个弱鸡的细菌除了母婴遗传外只能通过新鲜的湿热的体液来传播我现在懂了为什么它是非常纯纯的性病确实梅毒患者啊 95% 都是通过啪啪啪当场感染的剩下的极少数呢可能就是输血共用血液制品之类的原因了而梅毒螺旋体进入人体后很快就会引发第一波的感染反应也就是起一个小小的硬包并不停地流脓这个脓包呢会长在受到感染的部位所以常在阴茎子宫口口腔直肠肛门这些部位发现这些部位我又懂了但是很快它们呢就会被我们的免疫系统所打败所以很多人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症状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于是呢便错过了及时治疗的时机看来这些敏感的部位长包完全不能掉以轻心哎还是及时检测一下的好但是梅毒螺旋体这个细菌真的是相当狡猾一旦没有彻底杀灭有了落网之鱼他们啊就会找个地方隐藏起来悄悄地积蓄实力招兵买马壮大力量这也就是第一段潜伏期了那你如果要问这些梅毒能躲在哪里呢这就要说到这个小细菌厉害的关键了
它之所以能大杀四方呀，主要就是因为它操控了人体内现成的一种物质，也就是粘多糖。这个梅毒和粘多糖啊，可谓十分亲密，它可以吸附在有粘多糖的组织上。而这个粘多糖在人体的哪里会有呢？其实我们的全身上下到处都有它。作为细胞间的结缔组织，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把细胞粘合到一块的胶水。而在几周到几个月不等的蓄谋多日之后呢，梅毒螺旋体准备好了下一波的攻击。这时的它呀已经变得十分壮了，外表坚硬的夹壳也让白细胞很难杀死它。而就在这时，它也使出了终极大招，也就是粘多糖酶。顾名思义，这个酶呢就是用来分解粘多糖的。我们可以想象，把细胞粘连在一起的物质分解了会怎么样呢？那这个组织肯定就崩塌瓦解了。于是呀，皮肤组织就会被分解得像挖了个大坑一样，而表面看上去呢，这时的皮肤会产生红色的斑块。没错，这时大部分病人会发现皮肤长出了红色的斑疹，几天内就会快速遍布全身，也可能会伴有发烧、头痛等症状。但好在这些疹子不痛不痒，并且在几周内就会自动消除掉，所以也会给人们产生一种再次好转的错觉。但是这个短暂的错觉可能随时会被第二次、第三次的袭击的红疹所打破，甚至反反复复好多次。当然，这个时候的梅毒也随时会被免疫系统直接干掉。但是如果你的免疫系统不够壮，还是没有把它们完全消灭干净的话，这些梅毒螺旋体可能就会在你的全身乱窜，寻找下一个适合隐藏的部位，等待着下一次反攻的时机。而这可能会是几年，也可能长达十几年，甚至最长的病例显示有46年之久。其实我们的全身上下，不论是皮肤、骨头、心脏，甚至是神经系统，到处都有粘多糖。这无疑啊，就给梅毒带来了最大的便利，它可以随遇而安，反正身体各处都可以攻击嘛。而一旦它找到了最终的据点，梅毒的最后一次绝地大反击就开始了。多年之后的这一次大爆发被称为梅毒的第三阶段。如果它攻击到了心血管，就会引发梅毒性心脏病，可能会引起动脉瘤。如果攻击到了眼睛，会使人失明；攻击到了耳朵，会使人失聪。正如贝多芬被人怀疑的那样，如果它攻击神经系统，则会导致神经性梅毒，可能会让人情绪淡漠、癫痫，感受到剧痛，甚至也有可能会让人瘫痪、痴呆，或者神志变得疯狂。就像希特勒被人怀疑的那样，他的偏执和狂妄可能就是梅毒的症状啦。当然，最常见的症状还有在皮肤上发生的梅毒瘤。一开始这块皮肤会渐渐的变硬，后来又逐渐的软化坏死，形成溃疡。表面呢有类似树胶的粘液，所以又被叫做树胶肿。而它就会一直往皮肤的最深处侵蚀下去，越烂越深。如果发生在脸上，则可能会渐渐的把鼻子烂掉，甚至全脸都完全变形，五官移位。当然，这时的五官也早已失去了它的功能。妈呀，太可怕了！不愧是最好的模仿者。是的呀，在16世纪的欧洲啊，这种因为梅毒烂掉一只眼或者鼻子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呢。于是，为了保住各位爱美的大爷的脸，当时的医生啊也是竭尽毕生所学，发明了一种从患者的手臂上取皮肤移植到鼻子上的整容手术，可以堪称鼻子整容界的鼻祖了。更可怕的是，你们可别以为这种组织的溃烂只会发生在皮肤表面，它甚至会深入骨髓。而一旦梅毒发展到了这个阶段，连头盖骨这么坚硬的组织都无法躲过。通过观察梅毒患者的头骨，我们也会发现很多被它侵蚀的孔洞，似乎也告诉了我们它的主人生前经历了怎样痛苦的折磨。不过现在这个病应该已经很好治了吧？的确，随着20世纪抗生素的发明，使这个影响了世界近500年的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很多人都会好奇地问，梅毒是不是一旦感染上就终身携带了呢？其实它是可以根治的，之后呢也不会具有传染性，只是大多数痊愈患者的身体会产生抗体，从而表现为终生的阳性。而因为这一份阳性报告，也剥夺了很多患者选择的权利，比如考公务员、参军、做老师、当医生，甚至出国。有人说，梅毒的可怕之处不是治疗，也不是发病，而是终身阳性所带来的歧视和不公。它就像一个人没了法、留了案底一样，永远也不能洗白。然而，我们应该仅因为一份阳性报告而忽略掉那些痊愈患者们后天的努力，去给他们贴上一个终身的标签吗？更何况，现实情况中，很多人还是被动感染者，他们难道不应该是受害者，而得到社会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吗？其实梅毒只要早发现早治疗，甚至比流感还要容易治愈，
但是因为很多人讳疾忌医，隐瞒病情，所以也导致这个疾病在世界各地肆虐至今，近些年也有上涨的趋势，而相应的教育和防范还任重而道远。不过小黑灰还是希望这支视频让你对梅毒这个疾病多了一些了解，希望终有一天我们可以更加宽容地去看待每一个个体，多一点尊重，少一点歧视吧。这个系列我们会带大家走进那些影响了整个人类世界的疾病，那么下一期不如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个潜伏在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中的结核病吧。欢迎点赞、评论、转发和灰细胞